场回声嘹亮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回声嘹亮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思思，你们好，也欢迎所有光临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欢迎大家，我是尼格买提，再次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，来点掌声，欢呼。谢谢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天网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全新开启了一期节目，我们也期待着每一次大幕开启都会有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和翻唱团成员一起陪大家度过一段愉快的周末时光。不知道现场的朋友，电视机前的朋友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节目啦。哎呀，今天要上场的这三位嘉宾啊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，尤其是首先要上场的这一位，那简直就是家喻户晓，当年凭借一部电视剧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他究竟是谁呢？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凯丽。欢迎凯丽姐，我其实更想叫您慧芳姐，因为我也是看着这个电视剧长大的那一代哈。这部电视剧包括刘慧芳这个形象真的是深入人心，这个电视剧火的程度已经无法再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啊，这部电视剧播出的当时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就是让犯罪率直线下降，有这回事吧？而且还得了一个奖。对，就是公安部授予渴望的维护社会治安奖。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，不出去了。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小偷也在家里看，被刘慧芳的这种善良所感动、所感化。如果说当年的这个角色刘慧芳是给凯丽姐赢得了一个称号“中国好媳妇”的话，那么近几年凯丽姐塑造的角色就还有一个称呼。当然他们也是夸奖了，说是“中国辣妈”。中国辣妈，还有一个你有点谦虚了。除了中国辣妈之外，还有一个就叫“最抢镜的妈妈”，就饰演了很多妈妈的角色，但是呢，她往往会把其他的角色的风头都盖过去。那凯丽姐到底是怎么样成为最抢镜妈妈的？我们准备了一段短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呀，你干嘛背着我们黑着我们家倩呢？你去找一个更般配的女孩不好吗？你，我跟你说呀，你那就是软豆腐立不起来。跟我斗，看谁斗得过谁。看看是谁。
什么？什么没事啊？都见红还没事呢，都好会出人命呢。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必须要找刘一阳谈一下。刘一阳啊，这件事情可以说你负有绝大部分的责任。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了很多是辣妈形象，当然提到凯丽姐塑造的角色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刘慧芳。是，我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您属于哪个性格的，是温婉的还是火辣的？我都有。但是归根结底应该说还是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我也演不成慧芳，是吧？你在50集里，你生活在那里面，你是完全是暴露在观众面前，这个是不谦虚的说，首先是个善良的人，但是性格还是跟慧芳有很大的反差，我也有这一面，也有那一面，已经反差到可以在拍摄现场给大家唱忐忑了。好，想听刘慧芳唱一下忐忑吗？要唱不好你就把它掐了啊！好好好，我们肯定不会掐。这简直就是花腔女高音版的忐忑。我提高了，掐了他这段啊！别！哎，大伙说好不好听？我们掐不掐？千万别掐啊！哎呀，哎，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是对您刮目相看，不仅演戏演得好，唱歌还这么的专业。是。所以我觉得不给我们再完完整整的来一首歌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我特别喜欢一首歌叫《黄河黄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场合公开唱过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试着给大家唱一下。黄河的水，千年的牵挂一样样的田野，一样样的爹娘。黄河的水，奔腾腾的，奔腾腾的长，流不尽，吐不回本，辛劳与伤。如果说今天光临现场的第一位嘉宾凯丽，她的性格是
温婉又带点火辣的话，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啊，永远都是风风火火的，可以说他走到哪儿就把快乐带到哪儿，是一只风风火火的爱情鸟。对，上一回他来啊，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乐子，今天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歌手林依轮。清晨阳光的明媚，头顶吹着河湾水，带满轻松快乐的滋味，迎接彩虹幸福加油追。人生怎能没有风浪，孤独日子你要坚强，我的肩膀给你力量，心充满希望，勇敢去追，一路爱相随，平淡的滋味慢慢的体会，有你才完美。欢迎林依轮。 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。林依轮今天来到我们回声嘹亮，大伙儿都知道她是歌手，而且出过书，是厨师，还是美食家，还做过演员。嗯，哎呦，所以今天来是抢咱们饭碗的。我跟你说，没有饭碗抢不过了，因为以前我觉得我在主持界还挺帅的，后来因为有了他，我就不主持了。你就觉得更帅了。主要是他现在已经完全跨界到演艺圈，就表演那边了。是吗？他最近拍了一部戏啊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，这部戏真是拍得太棒了，大片啊，多次在国际上屡获大奖，并且林依轮在这部大片当中的演技也是颇受肯定。谢谢大家，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电视台，感谢我这部电影。您知道是哪部电影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您捧我我就接着呗。您怎么瞎接呀、啊、大家看过这部大片吗？没看过。哎，没看过，今天都来得太好了，我们看一看好不好，回顾一下。什么大片啊？就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，去看。重温时代经典，畅享回声嘹亮。这个大片就是我们节目的片头。拍的也太自恋了。没有没有，但是我真的是有意见。怎么什么意见呢？因为一般演戏啊，这不是主角我不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后来他们跟我说你演的是一个主角啊，完了我就去了，花了好长时间拍，怎么最后就给我这么俩镜头啊？镜头不少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这导演这不太合适。比我们俩多至少。孙越还唱歌祝你平安，为什么我就没歌呢？不是，那你今天可以唱啊。哎，是啊。你今天在现场可以随便唱、啊。我今天唱，大家就看这一期，人这播一年呢。哎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值得肯定的是，林依轮在里面的表演啊，真的是特别的自然，那个笑的那灿烂啊，想不想在凯丽姐面前表现一下你这个表演的功力？那你瞎扯，考验一下。不可能，不，我还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我大刀我也没带。我们2014年的新的宣传片马上就要拍了啊，我们再选男主角，这回可是8个镜头，咱就让凯丽姐表演丈母娘，未来的丈母娘，而林依轮你就演个上门女婿，你媳妇儿，你将来的媳妇儿我都给你找好了。这儿呢、哎哎哎？我怎么从女儿变成媳妇？行不行？哎，那我也来一个角色吧。你演爸爸？什么？爸爸不太合适，我就演大舅子。就我哥是吧？哎，特大舅子是我哥。不，我啊，对你哥，你哥大舅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吧，来了啊！到了，哎妈！哎妈！你怎么还跪下来了？一见妈我就想跪。你有点跪。我先表现一下啊。啊，表现，你表现才艺，我妈真喜欢。你介绍一下你。婆婆，这整个人神经病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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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就是这样的。他其实特别文雅，高兴的是特别绅士。但是我有一个这个疑问，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太帅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般说帅的人都特别容易花心。不是阿姨，我很安全的。你不，你安全不行。但是有时小姑娘她一看你，你要她往上上，一般男人你知道他就经不住这个。不会，不会，因为我身边已经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不，那她现在漂亮，她会老啊。他是看出来了，如果有小伙子，将来他不。如果我们相爱的话，我们希望能够携手一起老。哇，一起变老。我跟你说，他刚才只是露了冰山一角，他的才艺还多着呢。是吗？我们听他完完整整的给我们唱首歌，怎么样啊？行啊，您再好好坐着听听，行吗？完完整整唱首歌，最后机会好好表现一下。但我觉得刚才他都自己表现不够尽兴。今天我知道我是来相亲的，所以呢，我也请了我的好朋友，跟我一起，能够希望帮助到我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给阿姨听，给弟弟听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不是，他很安全，很搞了，安全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好，听听听听，来吧，有请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夜灯火辉煌。今夜火树一片，今夜星光灿烂，今夜流光一盏，今夜歌飘万里，今夜无人入睡，深入娇莲陶醉。鲜血呐！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要上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啊，他这一次来我才发现和我有共同的爱好，我们都是同道中人。你跟他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啊？那究竟是什么？把他请出来问问就知道了呀！掌声有请著名歌手周艳红。星光的温柔，我自己一个人走，挥动蓝色的衣袖。
寂寞喋喋不休，月本可遇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起开口，你若回头就用眼神和我交流，无需太多的语言，用瞬间替代永久。当爱情经过的时候，我没有牵到他的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欢迎周艳红，你好。你好艳红姐。你好你呀，还思思说你跟他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往头上看，帽子都喜欢帽子，帽子控。哎呦，是是是，思思除了上节目之外，什么时候都戴着帽子，这是真的，我可以证明，真的，他也很喜欢帽子。其实我以前不知道哎。哎，所以你的级别比我高，你连上节目都戴着帽子。其实我在分析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特别爱戴帽子，我会觉得她是不是心里有点没有安全感？对呀，很聪明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以前不知道哎，我以前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戴帽子，后来是一个心理专家，就像小妮这么说的。是不是也跟你在曾经有一次在春晚上的一次经历有关？就是你是说脑袋给扎破了、啊？头撞破了，然后还缝了好几针。缝了好几针，就在咱们这个台的那个门口，那个当时是个卫生室。是怎么就撞破了呢？就是我记得那年，哎，很感谢那是郎昆导演吧，很厚爱我，让我上两次。就是前面呢，是唱个傅林老师，就带我进入北京乐坛的傅林老师的一首歌叫《捡一朵玉印虾》，就那跟小花痴一样在台上。后面是弹琵琶，评弹苏州饼的，就两首。然后中间呢，觉得那个节奏很紧。我在正在换衣服呢，在咱们的服装间，就在旁边服装间换衣服，就听外面说周艳红快快快，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怕耽误人家的人，那个性格的人，吓得我赶紧往外跑，一站起来那个服装间那个衣架上是一个倒挂的钉子，那个时候很简陋啊，倒挂的钉子，我一下就顶在那个钉子上面了，然后很习惯性的往后一仰，哇，一个口子，哎呀，满脸鲜血呢，就缝好多针，好多针的。那你后来上台了吗？后来两天之后嘛，没办法，也不可能换人呢。然后服装师就扯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白的一个纱巾，给我遮脑袋上，像个蝴蝶结一样，就盖住我了，盖住脑袋了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年春晚舞台上的周艳红。实在，就是这张脸，哇，真的，就像包子一样。虽然我们现在就是这真的是说笑一样啊，但是就像思思说的，那个时候真的肯定是很痛苦、很心酸的一个经历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也很酸涩。但也成就了你的今天。对对对对对，后来我写了好多歌，就是那一次扎伤之后，晚上睡不着，写了好多歌。所以那个时候是有点在舞台上形单影只的感觉。而这么多年，周艳红也一直是一个人在舞台上演唱表演。但是我也特别想问问你。有没有想过有一个机会找一个搭档和你一起在舞台上唱歌，或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太想了。哎呀，你问着谁？已经把那人指出来了。其实我一直特别希望跟艺伦有个合作，因为我们俩是很多年的好朋友，而且艺伦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男歌手。夸你呢。然后这首作品真的特别适合林依轮的声线，也是真的很难得艺伦能够跨刀相助。哪首歌、这首歌是我们也是中影的音乐电影《暗恋》的主题歌，叫《给爱》。静静坐在午后的咖啡店，翻看着你的照片，指尖划过你的眉，你的眼，
思念悄悄在蔓延。爱情曾经徘徊在我身边，若隐若现，现在是否错过了你的肩，我不想错过明天。窗外叶落双双，幸福痴狂，看美丽的脸庞，甜蜜无处隐藏，有种相爱的渴望。给爱一双翅膀，飞到你的身旁，靠着温暖肩膀。时代经典，唱响回声嘹亮。认识了今天光临现场的三位嘉宾，接下来翻唱团成员已经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了。首先要上场的这位他很厉害，别看只有八岁，但是真的人小鬼大，多才多艺哦。我跟你说，每次我们节目来这小朋友啊，我心里都发怵，你就自愧不如，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多才多艺了。我们先把他请上来好吗？掌声有请房清博。人家这装扮啊，你们俩挺配的，站在一块儿真的特别闪亮、哎、我们是闪亮亮组合，闪亮姐弟俩。哎，房新博、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房新博，我来自东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，我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。哎呀，说话这么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啊。房新博，听说你多才多艺，你都有什么才艺跟我们介绍介绍？我会架子鼓。架子鼓，你这小小的个儿你打得了吗？而且啊，我站着打呀。啊，关键是你学了这么多才艺，你有时间出去玩吗？和小朋友？没有啊。那你以后最大的梦想是什么？当爸爸。为什么想当爸爸呢？爸爸最起码夏天忙，冬天呀也能休息一会儿。休息都干啥呀？休息也能打打麻将，玩玩电脑，斗斗地主啊。这你爸的生活状态是吗？啊，所以你想成为爸爸？那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呢？喜欢爸爸呗。为什么？爸爸没时间揍我，太忙了。爸爸没时间揍他，太忙了。那等妈妈呢？妈妈净揍我，有时候那个写作业写不好，我妈也揍我。哎呀，这孩子现在挺纠结的。三位嘉宾来点评一下吧，这孩子什么印象？感觉如何？挺好的，我们这个年龄看见儿童怎么都高兴，加油！但是你希望你学习真的不要这么累，我觉得孩子说的怪可怜的。对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其实我的想法跟你正好相反，我想当儿子。啊？哎，你们俩挺合适，你们俩挺合适，你当爸爸，我当儿子，完了你反正也没时间打我。但是呢，我最想实现的事情我可以去做了，就是想学习。其实我觉得到现在我还觉得我有很多东西没有学好，
我也怪我当时自己没有认真的去学习。虽然有的时候呢，咱们做孩子的呀，可能会觉得学习压力太大，可是你要知道，现在你的大脑啊，像一个干的海绵，你一倒海绵一倒水，它就会吸进去，它不会漏出来，对不对？完你再倒，它还会再吸进去。所以在你小的时候呢，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干的海绵，倒多少知识进去都能够吸进去。现在林叔叔的大脑已经不是海绵了，它是一块石头了，所以你一倒那个知识下去，它哗全流到地下就流走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呢是很想学习，我很羡慕你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看林叔叔从小就特别爱学习，所以现在脑子里全都是水。那请问王新博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心愿？你刚才说了你会那么多才艺，刚才只是唱歌跳舞，我觉得没有完全展示出来。你今天带什么乐器来了没有？带架子鼓了。带架子鼓。架子鼓啊。那你要唱三位嘉宾的歌曲，你唱谁的歌啊？林月乐叔叔的歌。哪首歌？锣鼓。锣鼓。那打架子鼓。打架子鼓，唱林依轮老师的歌。这有点难度啊。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有请。心好痛，如果有你在身边，妈妈就不用那么累了。重温时代经典，唱响回声嘹亮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翻唱团成员啊，本身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江南女子，温婉可人。你说的不是周艳红吗？不，是周艳红的表妹。她更像是章子怡的堂妹。掌声有请章子清。情感，情节触动眼。
欢迎张子欣。我问问周艳红，觉得因为刚才她一出场唱的《春暖花开》是你的歌吗？是。你觉得如何？很甜。很美。您是浙江人哈？是的。她江南小女子。这其实您的声音，您应该是喜欢唱越剧吧？嗯，是的。你真的会唱吗？以前学过越剧，然后能听得出来，能听出来。嗯，再给我们听几句吧。来两句呢？嗯，唱个西湖山水吧。好，来两句听听。西湖山水晚一曲，娇妻难对莫言曲。姑娘唱得很好、啊。是呀、啊，好听好。你应该去做演员呢、啊。是啊，长得也很漂亮。漂亮。因为我长不高。我也不高啊。身高不是问题。我跟你说，女的穿高跟鞋就行了。小巧玲珑的，其实只有一米二、啊，你说。那我不是没发育吗？但我觉得只要有这份才华，有这份热爱，只要有这份音乐的梦想，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对，依然可以追寻。而且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来到我们回声聊聊。我觉得这么美的女孩子唱一首歌特别合适，《天女散花》。我刚剪了一片，这还不是普通的天女散花，送的是爱心之花啊，这是颗颗都是爱心。嗯，这练了多长时间了？学了一个多月。能告诉我怎么变出来那花的？这是秘密。一个多月人家就练得很棒。那这个五常虫都学了，都也是一个多月就学会了。是的。你觉得我们现场的嘉宾能马上学会吗？能。你觉得谁最有潜力？谁最有天赋？林依轮是吗？当然不是我了，你才女，江南才女，肯定特快的。我一般难的活都交给比较困难的，交给林依轮。能很快就学会吗？可以，真的。那我们试试。来。哎呦，还会。哎呀！受不了。开始。哎呦我的天！你干嘛呀？你这是。哎，可以啊。When I'm in my dreams, I see you, I feel you, that is how. 我美了美了美了，我醉了醉了醉了。还挺美的呢，怎么增加了一个人？把一个难题甩给了林依轮。对，哎，这你这是第一次吗？我不相信，这第一次甩吗？啊、就甩出这水平来了。是我，
小妮你行吗？我肯定不如他那么厉害。是，我就把小妮给带进去了。这样，我们准备把你也带进来。对，刚才我也甩嘛，我甩过他。刚才张子清不是唱了段乐曲吗？我知道你本身也很擅长。我很喜欢。能不能和他合作一下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两个人就临时搭档一下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来个领妹妹呗，领妹妹好。多像领妹妹呀！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我是贾宝玉呗。好吧，掌声送给他们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四月都青云刚开嘞，老大伯的草帽真轻微，小女儿嘞不敢轻轻心说嘞。唱响回声嘹亮。接下来呢是翻唱一对一这个环节的最后一位嘉宾了，我觉得他的到来，他的演唱一定会让我们觉得分外感动。他是一位有故事的母亲，我们接下来通过他的歌声来感受一下他别样的人生经历，掌声有请唐蕙华。小孩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。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，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从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家的路。听过了唐蕙华的一首《亲爱的小孩》，我们来请你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？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唐蕙华，来自上海。来自上海的一位母亲。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唐蕙华所有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故事，他的感情都在歌里唱到了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？是的，我今天来到咱们回响回声嘹亮的栏目，我是希望能够回声嘹亮栏目帮助于我找回我的孩子。我的儿子叫王雷，是在1999年，当年他刚好5岁的时候，被我店里的员工给拐走了，至今我还没有找到他。希望大家也给我一份支持和努力，让我有勇气坚持下去。谢谢。从1999年到现在，算起来已经14年过去了，唐蕙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孩子的寻找。你走过了多少地方算过吗？无法用语言来计算，大概可能有走了10万公里的路吧。去了那么多的地方，14年的时间，我们无法想象他都经历了一些什么。我知道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证明，就是所有用过的票票根都在你的手上，是吗？是的，也许这只是一部分。来，我们看一看好不好？这个是14年的时间里，唐蕙华在寻找自己孩子的路上所用的所有的飞机票、火车票、汽车票的一小部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一张票是1999年12月27号，快到新年的时候，是从广州到了柳州，可能也是在广州寻找未果，又到了柳州去寻找。对，就是当年99年
八月份出的事情。这只是一部分，我很难想象人一辈子能用掉多少火车票，多少飞机票，但是庞伟华在这14年的时间里已经用掉了这么多，这么艰难的寻找，难道没有一丝想要放弃的念头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在想，也许对于我来说，我现在唯一的信念就是能让我的儿子回家，无论花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代价，哪怕他只要回来，让我的生命只有活3天，我都愿意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儿子当年的照片。嗯。我们看看可爱的小宝贝儿。4岁5岁4岁的时候是吗？大概。他那个时候虚岁15岁，其实他只有4岁。只有4岁。他在早期的时候，在离开我的时候已经上了，在2岁多的时候就已经上学了。他很乖，也很懂事，经常会在我的背后跟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很累。”我帮你敲敲背，是，我一直想着，如果他现在能回来，我在想，他不单单是为我敲背。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唐卫华假如面对18岁的儿子蕾蕾，你会有什么样的话跟他说？我有很多话，但是呢，因为就在今年的时候。我的儿子应该正好是18岁，我想他应该是长大成人了，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，但是也没有地方好寄，所以呢，我想借助这个平台能够让他听到妈妈和爸爸的心声。儿子，妈妈希望你正好有缘能够在电视机前看到妈妈要想跟你说的话。你长大了，你现在应该可以回家了，爸爸妈妈都老了，希望你能来搀扶我们一把。我亲爱的儿子蕾蕾，你一切都还好吗？今天是你18岁成人的日子，祝贺你长大了。现在的你应该是一个有着1米7高个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略带卷发，和你爸爸一样高高帅帅的大小伙儿。按着想象中的你，妈妈为你选了一条领带作为你的成人礼，这也是你不在家的日子里妈妈为你准备的第13件礼物。14年了，每次你的生日都是妈妈最心碎最难熬的日子，妈妈都会拿出你所有的相片看上一遍，看着你可爱的表情，回忆着你当年的快乐，禁不住会去亲吻相片中的你。儿子，你想妈妈吗？儿子，你还记得你的爸爸叫王杰，妈妈叫唐卫华吗？我们在上海的虬江路有一家小店铺，我和你爸爸一直待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，也不换电话，只希望有一天你能记得回来找我们。你的爸爸去年8月份得了病，体重从原来的168降到了现在的130，原本就内向的他就更少言寡语了，但他始终坚持着，等待着儿子你的回来。妈妈的心好痛，如果有你在身边，妈妈就不用那么累了。儿子，你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天天想你？还是你已经忘了我们的模样？所有爱你关心你的人都在等你早日回来，无论经过多少年，爸爸和妈妈
始终一样努力，有生之年绝不放弃。爱你的爸爸妈妈。2013年4月7号。这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虽然说离孩子分离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过，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。即便是在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，但是谭卫华依旧帮助着其他走失的孩子找到了父母。一共有多少个？帮助了多少个孩子？我也没有好好的统计过，真的没有统计过，只是在我寻找的过程中偶然碰到了一些与家失散的孩子们，我跟也许我跟他们有缘吧，所以应该在6月份的时候还刚刚为一个孩子找到了家。所以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失散了14年，也是因为我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以为是咱们家的孩子，但是我帮他找到了家，他爸爸很高兴，看到那照片就说他就是我儿子。我想说一句话，就是一个母亲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的，我相信你会永远的寻找下去，而且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够找到。而且我特别敬佩你的是，就是你在找自己孩子的过程中还帮助别人找到了他们的孩子，所以老天一定会好好的回报你，让你也找到自己的儿子，那你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我在这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我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用《渴望你》的那首《好人一生平安》来祝福你，祝福你及在座的电视机前的各位永远平安幸福。那怎么成一对了呢？还好吧，临时凑的，还穿双皮鞋，还穿双白袜子，这还好着呢。我这个一开始穿的是个白皮鞋。唯有真爱追随你我，穿越无尽时空。一二，大叔，你还是做你的实力派吧。重温时代经典，
唱响回声嘹亮。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翻唱一对三的成员，我觉得这一位啊，他真的很有人缘，因为每次来他都换不同的搭档，而且每一个搭档都是貌美如花，很漂亮。我觉得他怎么这么有福气呢？对啊，当然我的搭档也很漂亮。来，有请朱之文和娃娃。有请。神秘的灯塔，吸引坠落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，两个心颤抖。朱之文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二师好，你简直就是天蓬元帅。你二师好，你您好，但是我能帮您扶一下帽子吗？咱这帽子有点歪，有点像丢盔卸甲的将军。哎，是，哎，刚才是确实丢盔卸甲，我跑得特别快，因为那是那一上咱们这个那个回声嘹亮，我都紧张，一紧张呢，就把这个帽子跟这个盔甲的弄散了。你怎么就打扮成这样？完了还穿双皮鞋，还穿双白袜子，这还好着呢。我这一开始穿的是个白皮鞋。啊，对，你倒好，我觉得娃娃真受委屈。你们俩怎么成一对了呢？还好吧，临时凑的。你俩简直就是美女与这个灰太狼。还挺时尚。灰太狼都出来了。你们刚才这扮相是将军，就美丽的神话里面。对，成龙和金喜善。但是。作为将军吧，咱得有两把刷子，就是咱得会武功保护心爱的人，您会吗？你别看我跟你说，李老师，你别看我这个唱歌差不多，但是我这个要讲这个武术呢，我也可以说是一个武林高手。真假的？您别吹，您得给我们来两下子。来两下子，那没问题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哎，我简单的说一个例子，就是这个太极。太极的它讲就是一柔克刚，哎，四两拨千斤，不是，我说错了啊，没事。哎，怎么叫四两拨千斤呢？就是我借助这自己的那对方的力量来破这来制服对方。您别光说不练，您给我们秀两下子。好，来秀两下。秀两招。哎，好，
什么是秀两下？就是展示两下。你说秀两下的，我倒不懂呢。我认为我们那个狗啊，农村呢，就是说闻一闻，就再秀一秀。你说秀我听不懂。我是这个秀。啊，那好，那您给我们展示两下子。好，哎，展示两下子。你比如说，手里抓的什么呀？那是。哎，他特别像东方不败现在。哎，我看着娃娃他在上学，没关系，你上学了，我这个教给你这个。行啊，你教我两招。太极啊，你看，你比如说太极，你看，这你看。要简单的。哎，你别动，你要再动那完了。我要不动，我就被你打着了。看看，我绝对不会打倒你。你这个男子打肉豆腐，我跟你说，什么豆腐啊？男子汉大丈夫啊。男子汉大豆腐。大豆腐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躲，没关系。二楼记住哈。嚯、啊！这段顶着！嚯！哎呀！你呀！这招好，以后我也会了，四大哥，嘿！这俩玩的挺开心的，但是看得出来，虽然是临时搭档啊，两个人之间多少是有些火花的。哎，是。那今天搭档来，那可是要给我们唱歌的，光比划武术可不行。那当然是。刚才这首歌，我觉得唱的还不错，《美丽的神话》唱出那种唯美的感觉。但是接下来这三位嘉宾今天可不好对付，怎么过关？那就是我不敢说的是挑战嘛。哎，当着就是林依轮老师这个面呢，我挑战一下这个爱情鸟。你不是不敢说挑战吗？怎么又挑战了？我是这样的，已经在那个到这个台上了，不敢也得唱了，也得就让林老师给指点了。就爱情鸟了是吗？哎，对。那咱唱这事儿唱不合适吧？哎，不合适也得合适，那也得合适。好吧，来，这那我们干脆不是鸟是鹰。我们请娃娃上去休息哈，来，我们听听这只愤怒的小鸟怎么唱爱情鸟。休息。树上停着一只，这是什么鸟？我觉得心在跳，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，呼呼呼，这是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笑。树上停着一只，也是什么鸟？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太雷了，真的。我以前一直觉得爱情鸟应该是一只非常轻盈的小鸟，但没想到今天颠覆了，这真的是一只老鹰，一只鸵鸟。关键问题是朱大哥，我不得不说您一句，什么旁边两个人给您提示动作，您到最后就比划两下子没了。哎，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这个歌呢，就是从多少年前我就喜欢这个歌，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呢特别笨，学不会呢，那个这两天呢抓紧时间，那个不休息学会的这个歌呢，哎，我还怕了忘了这个词儿，我这一跳，我这个歌词给忘了就麻烦了。那这样，接下来不用您唱，我们请林依轮这原唱给您辅导辅导舞蹈动作，行不行？那好，那太好了。
对吧？哎，以后咱唱歌就更得心应手了。对了，不光能上了咱们这个回声嘹亮这个舞台，还能找到老师给我辅导一下，是天大的好事。那林云老师，不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有点自私，我有点不太想教朱之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，你看他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上咱们中央电视台啊，他走的是一个实力派的这个路线啊，唱着这个《大江东去》啊，那个时候的确是让全国人民的眼睛一亮。完了，刚才呢唱《爱情鸟》，我发现了他真的想走偶像路线。我看下边那些大妈看他眼睛都看直了。你觉得人家没有潜质吗？我不能教会他，我要教会他的话，我怎么办呢？砸了自己饭碗。好家伙，人家把那一套那盔甲一脱，那不是完了？但我跟你说，我干什么去啊？你真的，你那爱情鸟他再穿一白皮鞋，还在白袜子是吧？我向你保证，朱之文学出来的绝对是鸵鸟舞，所以跟你这个不矛盾。好不好？我没跳过舞，还跳一回，还是那个鸵鸟的形象。不过那跳的好不好，就看你的表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有请林依轮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你刚才那舞要跳舞蹈是吧？站一块儿一看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。特别简单，先教你一个简单的哈，这也是从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步伐里那个出来的。嗯，你看那脚是这样啊，完了，嘿，别摄影两下子，嘿，不是，往左边两下，右边两下，行吗？会吗，朱大哥？完了，这脚扭一块了，一会儿。可以，这个舞步学会了。哎，上半身呢？哈，嘿，啊，哈，你看。这太难了，一人三六的，估计几宿也学不会。这种田呢，这抡棍子呢，这是。不是这插秧子，插秧子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妈呀，这哪学都会呀！一、二、三。播种子，播种子。哎，大叔，你还是做你的实力派吧。我这学这个舞蹈，我确实学不会。因为为什么学不会呢？因为我在家呢，我就是祖祖辈辈是种地的，在家就是播那个播种啊、插秧啊，就是插习惯了，就是吧。我觉得我一定要为朱大哥说句话。刚才林依轮绝对别有用心，弄了个最难的动作，咱有没有降低难度？我没弄最简单一点。说实在的啊，这个老朱啊，他跟我合作过，这不是最难的，他是特别愿意挑战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他。就为什么全国的老百姓咱们都是会喜欢这个人呢？就是因为他很努力。咱也别为难他了，来个稍微简单点的动作，现在学一下好不好？稍微简单点的舞，包括亮相的造型啊，也可以啊。简单一点的，帅气的造型。简单一点的，比如说哈，像刚才如果跟女孩唱歌嘛，咱就不能这样，哎，是吧？还是要放松下来。放松下来的时候呢，你要拉女孩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抓着女孩，你要哎这么拉着女孩的手，这样才显得你放松。完了，哎，带着女孩转圈儿。哎呀！我差点喊一鞠躬。这个小女孩就在那呢，拉着小女孩的手，慢慢的在那。哎。我给忘了，你这太不可气了。你学的怎么样？今天有没有什么感受？哎，有啊，哎，我就知道了，哎，拉小女孩那个手，拉小女孩，你就学这个，行了。你回去等着会搓衣板吧。完了你啊，谢谢。再次谢谢林依轮，谢谢。哎呀，思绪回来，啊，接下来就是你的偶像，哎，海丽姐，你准备怎么向她？哎，就是我那个刘桂芳那个角色呢，我就想起来一首歌。哪首歌？但是没带那个伴奏。哎呦，说等于白说。哪首歌？你跟我们说，我们帮你找。你比如说张大千呢，悠悠岁，你高了这个调。悠悠岁月久。哎呀，我先快找到调，你那个。一缕拖啊。哎，不是，悠悠岁月。欲说当年好困惑，一真一幻，悲欢离合。妈妈的，不对，我。你太让人大跌眼镜了吧？算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位朱将军已经完全晕了。那请你的搭档唱行吗？那行，那可以啊。那可以，那你把刚才学的那个怎么请女孩上场来着？哦，
哎，搭档快点上下来了，快点上来，我赶紧下去了。还是没学会。来，我们小心有请娃娃。来，有请娃娃。You say， 你说当年和困惑，一欢难取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，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无声小求索，心中渴望真正的生活。谁能告诉我，我是对还是错？问世我也想抢先问问凯丽姐，听过这首歌曲之后，娃娃的版本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是一种全新的感受，她的配器包括她的演唱都是很时尚的，也另有一番感觉，很好。谢谢了，还是听出了点邓丽君的影子。是。邓丽君唱《渴望》啊。对，可能。哎呀，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位嘉宾周艳红，你和周志文是怎么商量的，娃娃？我们准备要唱周老师的一首很可爱的歌曲。哪一首歌曲呢？要嫁就嫁灰太狼。从来不受伤，两只四处张望的眼，寻找胜利的方向。望不见的向前闯，爱是不变的信仰。他是他们的狼，是我温柔的狼，人生执着顽强。要嫁就嫁灰太狼，这样的男人是榜样。女人就像花，经不起风浪，顶多一辫子带着玫瑰的香。要嫁就嫁灰太狼，这样的爱情才像样。你是我的枪，这当风是你的宝。要嫁就嫁灰太狼，这样的男人是榜样。女人就像花，经不起风浪，顶多一辫子带着玫瑰的香。要嫁就嫁灰太狼，这样的爱情才像。说呢，他下午一直惦记着呢。你的就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来就是为了要这个天王表。来，我们再次谢谢朱之文，谢谢娃娃。谢谢。请把我们的歌带回你的家。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在这熟悉的旋律当中呢，本期的回声嘹亮也要
要结束了，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林依轮、张凯丽还有周艳红光临现场，谢谢。非常感谢，当然还特别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如果您想获取央视综艺更多的动态信息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或者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加入我们。记住我们的口号：重温时代经典，畅想回声嘹亮。观众朋友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